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爱人物志，我是亚明。大家常说为成佛前要先结好人缘，今天就来说一个用静思语跟大家广结善缘的故事。故事的主角是谁？就是他，今年79岁的唐黄仁惠师姐。公头爷过去啊，真正是辛苦，因为46年前，伊才33岁，先生就因为感情过旺，放肆的囡仔，互伊一个人请养。上细汉的时阵啊，才5岁尔，所以讲伊讲，除了是哭啊，逐工行为就是趁钱、趁钱、趁钱，因为四个囡仔全靠伊一个人食穿啊。后来慢慢啊，囡仔大汉了，哇，伊煞失去了人生的方向，因为唔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，懵懵飘飘。直到进了慈济之后，才因为一句又一句的静思语，让他身心安顿，由苦转乐。想知道静思语如何救了他，静思语又如何成为他与大家广结善缘最好的桥梁吗？带大家到台北的慈济医院找寻答案。少年诶，早来。抽一张，抽一张情书语来，这就是阮上人的好话哦，上人的祝福哦，四元吐出来，安带当开哈。来到新店慈济医院，经常都会看到唐黄仁惠的身影，手里拿着一包满满的静思语，看到每个人都热情的问候。虽然他认识的字不多，但这并不阻碍他与别人分享祝福的话语。早。早，来抽一张静思语哦，祝福的话哦，谢谢，很好哦。来，你也一张哦，啊，打开看哦。小姐，来，咱来抽一张静思语哦，小人来祝福。哦，谢谢，好，感恩哦。姑娘，侬看静思语的翻译发挥的作用。我就是看了人呐，抽起来拢遐准吼，爱会讲啊，我就感觉讲，哎，让人欢喜吼，安尼一定。这就继续来帮抽好啊！本来是我家己抽的，拢足准的。啊，我想讲，我就来医院给人抽的，才是对的，不是我家己我咧抽尔。我伫厝是拢家己安尼一包安啊，家己抽一张安尼。啊，即摆来我想讲，唔对咧，我就来遮给人抽，我含人结缘呐，安尼来愈结愈济缘呐。哦，大家抽起来拢足欢喜哦。谢谢，好，感恩了哈。少年的来，咱来抽一张。啊，恁家吼，恁家平常嘛拢有静思语哦。好，咱来有来，啊，就甲抽一张。手里握着的是一张张来自正言法师的祝福。唐黄仁惠知道，静思语不仅能够发挥安定的力量，更能鼓舞人心，带来欢喜，所以他更乐于分享。来，啊，你念完听一下好不好？哦，你的字有够多呢。所以你都这样叫别人看，你拢会叫伊说先念。我就是有诶，唔捌啦。啊，有时啊吼，我若捌来，我拢会做一念。啊，因若知，因捌字诶人，我是爱互念，啊，搁家己讲，家己看。安尼，因就搁较知影。啊，若唔捌来，我就会讲啊。世上不会因为少了谁就无法运作，但是如果不能善用时间，好好做事，辜负的是自己的。生命啊，主要一个很柔和，一做，啊，搁真柔和，啊，搁拢用静思语去跟人分享，啊，所以哦，大家都会很喜欢他。啊，伊即卖是新店的，拢叫我，会叫我来配合，啊，我就来。为什么会拢？无我失业无？因为伊拢定拢认为讲哦，啊，我老大人哦，做的时间无介久啊啦，啊，我就希望哦，会当做啦，啊，要尽量做啦。一句句静思语不仅抚慰人心，也让唐黄仁惠识字懂道理。先生在孩子10几岁时就因鼻咽癌往生，唐黄仁惠只好独自扛起家计，日子过得辛苦，不过随着智慧日日增长，也逐渐打开他郁闷的心门。活到老学到老是因为他接触慈济。以前呢，我们生活不好了，他一个，带我们四个小孩，好长大。我是到后来才有听他讲说，他常常那时候做出工哦，做出工，然后晚上回去都一个人在哭。他一直到接触慈济以后，
他生活才有了重心。哎，这张写过了啦，啊，这张我未写吧？不是写了紧，你这张拢写不两遍。悟道行道哦，有理想有坚持，就能达到目标。看过，师姑你就厉害了，很厉害呢。啊，我看了这行，你看他认识的字有多少？哎，我看了这，我更加写起来，啊，我都老了。所以说，他这不认识的不多啦，真的不多。那你负责的部分是什么？就是他真的完全不认识的才问我。哎，我从来唔捌你，我就会过问伊啊，有在啊在吐伊就讲啊，我若嗲咧吐个出来就知啊，啊就拿来看啊。每一天，唐璜仁慧都会抽一张静思语祝福自己。写字练心，在一次又一次写字的过程中，他的心变得更加清净。现在的生活能有孝顺的儿子陪伴在一旁，就是他最幸福的时刻。家有一老啊，如有一宝啊，感恩我们的社会中有这么多不仅在家里当一位快乐的老菩萨，还可以走入人群当一位快乐的志工。今天你就是上好的代表了哈，感恩仁慧师姐来，感恩呢，哦，感恩你来，哦，今天除了你来以外，还感恩你的家母，对，哦，我们的绿峰师姐，感恩我们的母鸡，真的，他是很帮助我了，好，咱待慢慢来讲哈，除了伊当时甲你牵入来做者以外，嘛爱请你的后生来见证过去你的苦楚甲心酸啦哈，你有四个囡仔嘛哈？他们也不太懂啦，这是第几个第三个啦哈，好，咱的二儿子哦，唐家宏先生，感恩，哎，你好，感恩，你对我电影片来源嘛出现啦哈，是，咱先来讲快乐的啦哈，因为静思语让妈妈找到人生的方向跟目标，啊，这边囡仔侪吼，这边囡仔伫病院啦吼，啊，师姑你提着这拿啊，看到我的时，来。师兄来提一张证书给我，好，感恩感恩感恩，啊，祝福你哦，好，这种上人的祝福哦，好，感恩哦，你请坐，请坐，嘛提一张哦，来，我来开看麦吼，一张哦，好，感恩哦，我自己也拿一张，来来来，好，师傅我看了哦，我这个字蛮多的哦，好，你把这有金哦，看麦，你看得到未？我讲你看不到，哎，我这吧，安尼嘞，安尼会，好来来，你念，孝道以。尊重，珍惜物品，不可任意丢那个丢弃，迄弃是弃无三百，哦，哎，啊，更要诚心感恩他人供我们使用。哦，观众朋友啊，这差不多一二十字啊。刚刚几句唔慢呀，丢弃的弃不懂啊，所以如果在家里抄的时候，妈妈不懂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家教了。是啊，我问伊的，我对当然要下。但是那个机会不是很高，他懂得很多，越来越多了。对，他懂得。阿姨，请阿伟去拍主持人进行。妈妈对于字的认识大概没有很多啦。他认识字哈，其实是从我们小时候哈，我们早上都起来念书，他就跟我们已经开始在学了，但是有限。对。一直到了龙潭，他为了认识字，他去上龙潭的国小。对。有一届恁后生陪你去病院看医生啊，伊带一条惊讲哦，人唔知要插你无？来哦，江宏先生回忆一下这一段好不好？哦，就上礼拜吧。啊。他骑摩托车摔伤了。哎呦。摔伤了，他如果说没有很痛，他不会打电话给我。他车子已经扶不起来，结果他打电话给我，叫我送他去。骨科，骨科当然还要等嘛，因为那个时间光时间还没有到，对对对，要检查，对，那医生还没有来啦，就在那边等啊，旁边就有一个富人家，他脚还很痛，我就看他很自然的就把近视眼拿给对方说，请你抽一下好不好？他随身携带啊，不是，他那个随身携带。真的是随身携带。逢人说瓷器，逢人送静思语。我还是天天在听吼，我嘛是笑笑一直讲，来，咱来听静思语哈。我这静思语老好用咯，大家拢来听，迄只人拢甲我听。我就是安尼。我看资料过一日，我嘛就着惊啦。啊，感恩呐。有一届你拄到一个伫补槟榔的人，你家讲哦，你唔通食槟榔啊，食到嘴巴红记记咁好，结果迄个人吼，伊讲我咧卖青啊，我是安那唔食槟榔，我咧种青啊，我是安那唔食槟榔，安尼我要安那青啊要安那卖出去，安尼啦吼，啊伊就讲，
我就讲叫抽一张证书去啊，啊，证书去抽起来讲害人害己，害来害自己，哇！一听这吼，伊烦恼呢，因为某吼脚吼，伊的某这支脚只正吼，像咱四五支可以做一支呢。啊，我讲恁某安尼吼，也是食槟榔，啊，恁能够食吼安尼。啊，伊即卖听了抽到迄张吼，伊随随讲我要改啊啦，我迄片。我一片土地要来种别项，我讲我甲你讲几波，你拢无要甲我讲，要种别项，即马种树去抽起，我上年甲你讲，你要改啊，我就足欢喜足感恩的啦。啊，佮有因囝，我唔知迄因囝，因囝抽一张，手也足悬，讲足大声讲，我到今仔日无要佮杀生啊。啊，我讲少年的，抽到啥？我都唔知，伊都讲伊无要杀生，啊，我讲少年的，啊，你是咧杀啥物生啊？啊，伊讲。我咧太低啊！我讲吼，你袂低吧？我讲唔是啦，我专业的。伊张上手机无要互看呢，阮的孙兄足爱甲看呢。讲你张上手机唔知写啥，爱行你吗？若唔爱行你，我提起来安尼，伊唔互阮看，伊就是讲伊要改啊，就对。张手机会当互人改安尼吼，会当互人改讲伊无爱阁杀生啊吼。外国卖槟榔，外国种槟榔。啊！我讲你这句话，家己发愿出来吼、你今仔日一定爱做到够哦。你有做够，你的比即阵在台低吼，阁好本也百倍啦。79岁老人家，他真的无惧啊！他有大勇气，加上近视与上人的智慧，哇！真的让很多人啊，求伊家己赶快心开意解，身心安顿，人生由迷转路啊，彻底改变。那到底哪一句近视语对他有帮助呢？我先卖个关子，先来看看师姐啊，她如何把握现在还能做的状况，广结善缘。除了透过近视语哦，双手、她的嘴巴都能够广结善缘。大家早哦！好，今仔日搁做这要做的呢吼，安尼嘛是好啊，大家都有代志做啊吼。人生就是一幕幕悲喜剧。堂皇仁惠走过年轻时为赚钱而养家的辛苦，在加入慈济做志工之后，不只接触人群，也学到许多有用的环保知识，这使得他的内心获得无比的欢喜。这是瓶瓶罐罐啦，瓶罐罐，不过这是杂色啦，这是杂色，算杂色的啦，杂色另外一袋嘛。唔知。唔知嘛，是拢来出去，进来出去来做环保才学的啊。这是纸哩，真侪人等甲当讲啊，做伙。好，安尼啊，就是有些咱拢分袂清楚，人路边的人知影就搁甲恁讲。进来这环保站也学到很多啦，真的，你不懂的谁要懂啊？啊，去路边捡，咱才知影讲好，啊，这有用的就拢甲捡回来。这阿咪咪啊哈！我嘛无咧想讲赚啥物工资财，我是心里面干咧想讲出来哈，和大家接近吼，啊我如做欢喜安尼念念咧，啊大家素质拢足亲切的啊，啊那如做欢喜啊，无咱家一个人来伫厝嘛无聊啊。我没有得到什么，我就得到高兴啊！我心内一直欢喜，讲我做有福报的。上好就是对了上人，啊，有这工作好做，有环保，有志工。付出无所求，堂皇仁惠任何时刻都不空过。忙碌，但心却不会感到疲累。贴心的儿子也协助他招募会员，几个同事一起护持老人家的这份善念。共阮囝仔的迄个同事收善款，嘿。哦，大家好，我早，大家好。师傅，这是您。这是阮囝的迄个总部的，嘿，拢因伫遮，拢来休困，拢伫遮啦。伊就是咧开计程车啊。因囝是甲我是足好朋友啦，伊是副分队长啦。啊，有哪定定咧开讲吼，伊讲伊真有心吼，啊，我是讲伊认为遐济啊吼，会当出力一点嘛就好啦，遐济话啊，莫做伤过忝，身体爱顾。讲真个，这是大家做事做吼，你做我老母莫得过啊，还是大家咧关心啦，感恩啦哈。这人文的吼，人文的三月，
三月份哈，啊你200块，安尼就可以了。啊，走，谢谢你啊。别啦别啦，安尼讲着。感恩呐，少年呢。别啦。感恩呐。啊，我们安尼讲，我们安尼讲。真的呢，少年呢，真的我真的足感恩呢吼。啊，你拢有抽无？有吧有。啊，我是讲你无参加的人，会等来甲我参加一份无？有参加，啊你敢有参加过啊？有哦。啊，那无就甲我参加一个呢。好，谢谢啦。感恩哦。哦，对呀。这是感觉真用心了，讲真心的，我都吃了。来，咱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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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自内心的关怀，就像冬天的太阳，温暖和煦，照亮每个人的心。他期许未来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，都能够像春发的幼苗一样，充满生命力。咱听讲啊，嘴若开啊，会员就一大堆啊。你看师姑无简单啦，去因后生服务的这个义交队的这个休困的所在，吼，因办公的所在，你随道刚开嘴介绍做者啊。啊，拄啊收几个？收两个，两号。哇，相相对对，万年富贵啊！你啊，甲看我若去山顶吼，迄足远的遐吼，我若去啊，看到人，我嘛是拢落个招呢。我就一定爱开嘴的啊，啊，无我什么都不会。什么都不会。啊，就是爱开嘴。招会员，嘴若开，嘴若开，会员就一大堆，安尼就好。啊，钱也多，拢伫大家口袋啊内面，对无？啊，你讲，逢机会引钱出来，啊，弟弟朱杰功德海就对啦，是吧？好，大家一定很好奇哦，到底哪一句近似语对师姐的影响这么大哦？我跟大家整理了一下，有好几句啊，不过这一句我真的觉得可以来对应一下。他说近似语讲啊，他人可以为我们开路，却不能替我们走路，所以呢。自己的路还是要靠自己，一步一脚印的走。这个就是一个畏缩的人，伊拢袂行路啊，啊，就是畏缩啊，伊迄个护士一直叫我都甲陪伊去摕药啊，去创啊，啊，伊抽的，伊抽这张证书，伊讲足准的，伊予人足欺负的，讲伊摆脚也袂行，啊，想要搁开一个迄因老爸老来迄号做啥，得予人大个利息的啦，啊，伊讲伊拢袂晓，伊拢袂。用贵的伊嘛咧做啊，用白的伊嘛落去做啊，啊人就笑伊，就甲提笑安尼，啊伊就抽落去张，伊就互我看，我就甲写起来。伊就是讲伊什么都不会，啊伊就抽落去张，我哪会遮准啊？伊讲吼，就是讲伊意思讲伊袂，伊讲伊唔惊艰苦啦。是。啊伊就是安尼。对。食苦当作食补啦。对啦。哦，所以师傅。以后唔能够讲你什么都袂晓，你要祝福自己说，我越来越会哦，我越来越好、哦。感恩哦，好不好？好。哦，靠的代志，我恁好先讲就好啊。感恩啊！我刚才开场的时候说，四十多年前爸爸走了之后啊，最小的才五岁，你是排老三嘛？我还国小。你才国小而已啊！国小。妈妈有曾经在你们面前哭过吗？我跟你讲，很少啦，我都是在房间。我们在糖厂。他那时候我爸爸过世的时候，哈，他在糖厂当工友，后来糖厂倒了，我们搬到高雄，他去做摊贩，他每天要推到我们左营有一个中山堂，就是拿兵哥的地方，从我们住家推到那边要2公里，每天这样推去推回来，还有去卖槟榔，也是做那个卖饮料，也是推那个，后来又去当小工，到炼油厂。出工，爬上爬下，就只是为了我们四个孩子。能赚钱的他就去赚。我可以。他做小工是因为钱比较多。哦，是。其实有500，我得去。但是你真甘要报喜呢？以前安尼勤勤俭俭，都是要让这些囡仔大汉。我好不容易跟得上人，啊，我就知道我现在我去。过去不知道什么样的，我才这次来再会这样。对，我现在好不容易见了上人，我有一点我就不惜一点。对哇，你今仔迄块牌啊咧，开玩笑咧，这别个人会知影。这是要欠糖内多，你欠100万啊！民国1991年啊，知聘请堂皇仁惠大德为本会荣誉董事呢。你知不知道我要能弄这个能懂哦？你知不知道我？
礼拜天、礼拜六还要出去做工哦。我的手吼做啊拢袂得咯，啊是最近吼，大家拢甲教讲到安那用较会得。我拢做安尼吼，真正是我是无得管，我代志吼拢会当我好啊，我目睭吼随乌影做侪，我做烦恼呢。我迄个好侪吼，目睭随乌影，我做烦恼。我去问人讲，我唔知变哪，我若无看到。唔通哭，唔通哭。我若无看到，变哪饲囝吼？去问人，人家叫我去检查，检查伊讲我这是飞蚊症吼，较无要紧啦。对啦。安尼呢？所以你把泪水都哭光啦，因为你都转苦为乐啦。对，我过去放水牢啊。我就很辛苦嘞，那都真的没有人会知道我苦了到什么。程度了，没关系啦，吃苦当作吃补，拢过去啊，对对，对吧？我即马等到上人吼，我就欢喜，我拢定跟上人，上人啊，你生生世世拢爱我对，我爱大爱，我不要小爱的。哦，你小爱还是要顾一下，嘉宏在旁边呢，你不要这样子。我不要小爱的，我真的爱大爱呢，我一直这样讲。来，那个嘉宏先生，真的哦，妈妈进来瓷器不孤单呐，所以他刚才说他要放小爱，要长情大爱，不过。真的要感恩这群法星的照顾，真的呢。听说妈妈身体前阵子不好的时候，绿峰师姐还陪着你们到医院了，是七个钟头呢，等足久的呢，等七个钟头，等了很久呢。你知不知道？别人做不到的，女儿也做不到吧？你知道吗？你把她当妈妈？对呀，她真的很好。是啊，那这个我做得到的。她真的很好，真的不简单呐。啊，这也是上人希望我们能够法清关怀的部分。我要祝福仁慧师姐哈，身心都健康，做慈济做到最后一口气，真的感恩。好，谢谢。做到最后一口气，因为会做是福气，对吧？对。来，四个小孩，我们请嘉宏先生代表。感恩感恩，对我来讲哈，我妈妈常常。仁慧师姐常常跟我讲，有时她就没事，她就跟我讲，我是她的菩萨，不是，我只是她的儿子，我要的是她的健康。对，她已经把她的身体捐给慈济了。我跟我大姐，二话不说就签了大礼捐赠书。对，那个对我来讲，我的观念，就我以前我可能也是会这样做，我妈妈已经捐出去了，这个就是她为大爱做的最后一件事。哇，因为留下这个臭皮囊，还不如让她无用化有用。那个我不懂，我只知道说她要做的，我们都顺着她，全力支持她，全力支持。老来有伤好了哈，健康长寿好，经验丰富好，走入社会当志工好。仁慧师姐都做到了，我们真的祝福她哦。这个过去的苦都是滋养她现在成长最好的养分。最后你有话要讲，我知道。我就爱讲会当专业大医组织慈济医疗做职工，我咪安尼分配。我希望你看会当加帮忙无？我就爱代志都能做哦，无失业的哦。这个就集众人的力量来祝福师姐，祝福希望她的愿愿皆圆满，愿愿成就。我的愿就是安尼吼，希望我会当圆满。好，祝你会当行一步进一步，愈来愈进步，好不？今日事事拢有好头路，大家行伫光明路，好不？祝大家合家拢平安，感恩哦，祝福嘉宏先生，感恩，感恩哦。